哪个跟锦纶堂作对的人，就是这样的结果。胡慧仙打机房的时候，为什么不见你们出来找死呀？哎呦！哎呀！是是是是是，我看得很清楚，这还差不多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 在下平天书，是福建人士，家父曾中过状元，在下也中过秀才，今日专程来保寺，是因为在下得知有个当年好友不久人世，所以特来请三德大师准备法事。 你那个朋友还没有断气，你就准备先做法事啊？这，在下有把握，他活不过七日。在下久仰西禅寺，是广东禅林之冠。三德大师法名远播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我已经知道了。大人，大人有什么吩咐吗？我好像见过你。 你也不是姓平，大人，您是存心要将西禅寺的施主吓走？你老老实实告诉我，你有没有骗人？在下句句实言，大人千万不要误会啊！大人，我看你还是去办正经事吧，带着人去搜寺去找胡慧乾，别在这儿白费力气了。 在下并无异姓平，只是在下的父亲姓平，在下也只好姓平了，请大人原谅。在下久仰童师傅的大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，智勇双全。哎，得了得了啊！那西禅寺另一人中豪杰胡慧乾，不知在下可否见一见，瞻仰瞻仰。 胡师弟啊，算了吧，连我想见他都见不着啊。童师傅，在下虽然是个书生，可是在下非常敬佩江湖中人。兄台，你跟大师兄说吧，我失陪了。对了，我也还有事。大师，在下告辞了。关于要麻烦大师的法事，在下会把灵位送来。 到时再来打扰了，告辞了。平师主请。哎，童师弟，为了胡慧乾一个人，闹得我们寺里又是官又是兵，连行动都不方便。魏师兄，只要胡师弟能没事儿。 这点不方便算什么？啊，是是是啊。这几个月不知道胡师弟在干什么，我真想去看看他。哎，你又不知道他住在哪里。哎，童师弟，上次有人跟踪你，是因为你名头大，人家又都知道你跟胡慧乾最好。要是你记挂着他，自己又不方便去，我可以替你去跑一趟。 怎么样？我替你去看看怎么样？好啊。那个小酒铺老板是我们自己人。哦。客官，请里边坐。哎，你认不认识西禅寺的一个人？什么人？ 胡慧乾，不认识啊？你当真不认识？哎，胡慧乾，胡师弟，坐。哎，哦，你们认识啊？哎，是的。啊。
我找了你好久啊，到处都找不着你。现在司里情形怎么样？甭提了，里外都驻了兵，还有广西总督派来的高手，看来要是捉不到你的话，非动手拆四不可。武当派那边有什么消息？武当派又派人来了，什么人？ 听说派的是冯道德的首徒彭天赐和白眉道人的首徒高进忠，打上官府的通缉。我看你不如离开省城，到外地去躲一躲。师弟，那你现在的居处是否安全？暂时没有任何人知道。 要不要派两个师弟？不必了。啊，那你还是处处小心点好。谢谢你。啊，那我也放心了，我先回去了。 我是武当派的魏星红。我知以前张教头提起过，他有个师兄在西禅寺卧底。 以打探少林派的动向，彭天赐跟高进忠到了没有？还没有消息。哦，那我们不能再等了。明天一早，你多派人到各处去散布消息，就说西关吴家小酒铺的老板昨晚上叫人打死了。胡慧乾知道了，为了好友，他一定会露面的。 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是不是在街上遇到了什么？没什么。你不是去买菜吗？我忘了。 你心里一定有事，告诉我。西关吴家酒铺的老板昨晚上被人给打死了。就是他。 叛逆胡慧贤，拿下！胡慧贤功夫高，你不亲自下手啊？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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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
Thank you.
这位是彭天赐，彭大人，是总督大人特别从武当请来捉拿凶犯的。彭大人，彭大人，你早来一步就好了。你看，好高的功力，就胡慧乾一个人。是的，彭大人，让胡慧乾这一跑，这不必怕。西禅寺有我们的人，一定能倒他的窝，将他揪出来。哎，童师弟，胡师弟他错怪你了。哎，三德师兄，你应该相信童师弟他是无辜的。哎，我告诉过胡师弟，一面之词不可尽信，可是他不听我的。童师弟，你别难过了，我会想办法帮助你证明你的清白的，啊！师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胡师弟，你怎么不进去？大伙都想你呢。不，我不能进去，在这里见你最好。现在把我的住处，请你立刻去告诉三德师兄。哦，
吴老板，是你杀的吗？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。胡慧杰，只要你肯归顺武当派，就有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啊。你来的正好，魏星红刚刚来告诉我们胡慧前的藏身处。哦，他倒没有白死，总算还有点用处。死了？魏星红已经被人打死在门口了。啊？刚刚魏星红说，胡慧前藏身处在哪儿？在西凉山下。胡慧贤既然追到这儿来打死了魏星红，我看那个藏身处可能是个陷阱啊。是陷阱也不怕，只怕他不出现。那当然，那当然了。而且白眉师伯已经接到消息，非常重视这件事，已经派出首徒高进忠师兄赶来此地，相信这一两天他就会到的。彭大人，是不是等高大人到了以后，你们二位再一起联手？嗯，联手，区区胡慧前还用得到我同师兄联手？何况高进忠师兄另有任务，少林派一向心怀不轨，蓄意作犯。高师兄这次出马是要铲平西禅寺，消灭少林派在广州的势力。哦，原来如此啊。再说高师兄是高师兄，我是我，我跟他的做法不一样。明天就一定会把胡慧前的尸首交给你们的。清楚了，现在只有我彭天赐一个人来要你的命，你快滚出来。我倒要看看你我
你不知道今天这架打得多痛快。彭天赐是冯道德的徒弟，又是两广总督养的高手，不知道有多少江湖义士死在他的手里。今天算是替天下练武的人出了一口气。打得好。你伤得不轻，以后我绝不让你再出去。一点皮外伤有什么关系？出去，我们总该想个办法把胡慧乾找。彭天赐这种牲口都敌不过胡慧乾，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呢？哎，锦纶堂这么一玩，我们机房跟着也就没有地位了。哎，是啊，我们吃了这么多的亏，啊，以后我们在福州就没有立足之地了。不用怕，这件事，等高敬忠高大人到了之后，会有解决的办法。胡慧乾，有劳施主酒后。没关系，大师，在下今日先将灵位送来。凭什么？贵友已经过世了吗？不，还没有。不过在下知道，他已经活不久了。哦。大师，在下的朋友尚未过世，所以我希望大师先不要打开。大师或许觉得在下行事异于常人，不过保证大师很快就了解在下。至于做法师的时间，再和大师议定，有劳大师费心。贫僧应该的，告辞了。童师兄，我错怪了人，这件事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。我敬你一杯。来，大伙便，大伙便啊。什么话？你看我是这种人吗？不过谁会想到魏兴红是武当派派来的，朝夕相处都没有人发现。师弟，你能为师门除害，那真是太好了。来，干一杯。师兄，今天约你出来是为了向你道歉，顺便告诉你一声，明天我就离开广州。哦，这一去恐怕好几年才回来。祝你一路平安。慢走慢走，来，再来啊。小儿啊，来了，别来就完了，再来壶，再来壶，来，就来。童师傅，你要点什么？来点韭菜。好好。他是什么人？一个酸秀才，我真不能忍受他说话的那个酸劲儿。讨厌，别理他。师弟，明天
中午在这儿，我再好好的给你践行。嗯，走吧。胡慧乾会不会已经溜出广州了？是啊，要不然我们连他的人影也找不到。这倒有可能。高大人到现在还不来，这件事情该怎么办呢？下去。高大人已经到了广州了，这是他的密令，他叫我们准备好庆功宴，他说啊，明天就可以解决胡慧乾了。高大人就这么有把握？这位高大人呢，是白眉道人的首徒，他的功夫啊一定错不了的。哦，武当派独门教功真有这么厉害？那当然了，彭天赐还说过呢，凡是跟高大人交过手的，没有哪一个人能逃得过他脚。